来，各位同学好，我是你们的代课老师，老师的名字叫唐婷婷。好，记忆考卷自己看一下，自己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是什么，身高166公分，体重45公斤，还是个胖子，请问这是什么生物？答案就是坐女。这题有同学答错吗？自己赏巴掌五下啊！你说为什么是坐女是吧？身高166公分，体重45公斤，还说自己是个胖子，这不是坐女是什么？好不好？陷阱题嘛。我们接着说第二题了。方国宪，不要一直看阿娇，上课不好好上，整天谈恋爱啊。好，如果有一个男生找一个已经化好妆的女生拍照，如果是假扮女，他会回答些什么呢？林振贤又给我睡觉，旁边同学把他叫起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哦，这题的答案是讨厌我素颜啊，同一个题讲那么多次了。来，我们接下来看哈，如果一个假扮女走进发廊，设计师问她说你要怎么剪，假扮女会回答说我要剪什么什么头，这题是填空题啊。詹姆士什么头？水母头呀、啊，杨丞琳啊，去外面扮上去。我上礼拜不讲过了吗？她会回答什么？妹妹头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是这个妹妹头，不是这个妹妹头啊。要是这个妹妹头就错了。那这时候你一定会问说，老师你不能以偏概全啊，为什么是妹妹头呢？网友会暴动的嘛，对不对？很好，所以这题哈，老师送分，但是还是要一起复诵一遍啊。假扮女最爱剪什么头？是的，大家记住了。那我们接着看了，方国宪，科学面涨价了，还在给我吃科学面？上课是能吃东西的吗？看你长得什么肉包样了，还在吃。好嘞，坐女容易空格怎样？一个字，坐女容易怎么样？一个字，醉。坐女容易醉，大家记住了。坐女惯用的动作是什么？答案是为什么呢？手捂着嘴。全班都错呀，老师示范一次，大家记起来了。好好吃啊，好难过哟，好可怜哦，好生气呀、啊、好的，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啊。方国宪，我说下课了吗？还没起立过，一直动一直动，屁股怎么了？大家先不要再跟我聊天了，哎。